你喜欢我你干嘛，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，心情像这次花了许多许多期待，在某一天与某人相同。哦，你在等待什么，你还是那么爱叹气，气象报告说明天天气会不错，给我电话，其实我们早该出去的动力是什么？因为已经参加3次了，然后我本来已经有点想放弃，但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，在1年就要毕业了，如果不参加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真的有时候你不去做，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回报。那有没有谁一路支持你，然后你也想在舞台上好好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呢？我要谢谢我高三四班全部的同学，就是他们帮我做了很多道具，然后他们的尖叫声很浮夸，就是让我很感动。